经过这一件事，我更加肯定自己的追求，我依然会继续发梦，我依然会继续为理想去坚持，亦都希望大家继续努力，继续发梦，没问题。我只有啲难过，有啲伤心，点解会变成咁样？作為香港市民的一份子，我們是有這個責任去告訴政府我們的訴求。反對核酸作業，反對核酸作業，還港香港電視，撐開放天空，撐開放天空，不要核酸作業，反港社會作業。夢追夢是需要付出代價，亦都是會有風險，而最可悲的是为年轻一代带来了不良而被扭曲的价值观。为什么不接受我们发牌申请？其实这间公司有很多很有热情的年轻人，无论台前幕后都有，他们很有心想做好一件事，专心认真去拍好我们 HKTV 的电视。我需要个牌啊，我需要生存的。一男子乜春话，睇住香港的娱乐圈的电影和乐坛越来越退步，为什么不帮我们多一个选择？每一位演员，我们大家都是互相尊重，因为我们大家是有同一个理想。但我过到来本来已经有机会，黄山愿意给机会，导演愿意给机会，我在 casting 入面，我因为 cast 中了，所以我在警戒线入面有机会，但是现在我没有机会。